今天是12月21号，礼拜一，就是圣诞节前的圣诞节的那个礼拜一，这样。然后我现在准备出门去学校，是因为教授他就是因为我们这学期特别少练习的时间嘛，所以教授就愿意开放一天让我们自己去练。正常来说，应该是跟最后的那个实验成绩是没有关系，就是让我们自己有的去练，所以不去也不会扣分的。可是我就想说，反正这学期的确练蛮少的，所以我就蛮想去，所以就报名这样。可是呢，我非常的紧张，因为这个教授他是大家都知道的非常严格的教授，就是他很会教，就是他会跟你讲说啊，手要怎么摆啊，然后姿势要怎么样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可是他非常的严格，就他很会教，可是他也很严格，所以在给他教的那个班级呢，很常会就直接被说，你直接补考吧，我觉得你还要多练习这样。然后对，就是他跟当初教我的教授是不一样的教授，所以我其实是有种不知道等一下会怎么样的心情，就希望我不要反而被他扣分了，就是我去练习就被他扣分，希望不会这样子。那就跟我一起出门吧。然后我今天下午还打算去中超逛逛，因为我的青菜吃完了，我昨天晚上煮了当归汤，然后混高丽菜跟金针菇跟一些排骨什么之类的，那就超好喝。然后我就想要再去买当归，然后再去买一些青菜，因为我高丽菜吃完，金针菇也吃完，然后也想要就是对，就反正就要去中超逛逛，那就希望不会有事，希望这部片如果剪出来的话，应该是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想清楚，只是想说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下今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，那就走吧。因为我刚跑去换衣服，因为我怕太热或什么之类的，所以我就去换了一件内里，然后准备出门，应该是要搭地铁了，应该来不及了，走吧。Some people have written books, some have a great look that covers the magazines for kids who are 17.I don't know what to do, staring into the blue sky and just waiting for a sign. Some, they are certain of what awaits. Canta y no llores, porque cantando se alegra, cielito lindo, los corazones. What awaits them when it all someone who's half their age, reading from a torn out page from a book filled with lies. But I don't know what to do. I'm staring into the blue sky and just waiting for a sign. Some day is certain. Okay, you can find everything. Please bring the pants. In a century.Happen to me,
Will I be remembered in this century? Or will I be forgotten like dust in the wind? Or the talk of the town that we are living in? I don't know what will happen to me. Will I be remembered in this century? Or will I be forgotten like dust in the wind? Or the talk of the town that we are living in? Well, I don't know.回到家了，然后刚刚就是练了车牙嘛，然后教授说做的还不错，只差那个 polish 的话可以 polish 更漂亮。然后我今天自己觉得 anatomy 我做的那个牙齿的整个结构啊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，我自己是还算可以接受，所以我没有到太不开心。然后我今天呢，我刚刚出门的时候才发现说今天是冬至，所以我等一下想要来做酒酿汤圆，然后我已经想做非常久，大概从去年就想做了，可是就一直忘，就找不到时间做，然后说那就今天来做。那我等一下可能吃完饭之后就要赶快来做功课，那这部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下次见。